将活字槽插入梯形发热板，放入皮料做好定位，放上烫金纸，开始烫印。烫金温度一般100度左右，烙印的温度一般在120度以上。根据不同的皮革和材质而定。下面演示 logo 铜模的安装方法。这款 logo 铜模背后是有两个螺孔的。我们对好位置，装好螺丝，将其固定。将活字槽取出，换上 logo 铜模，开始压印 logo。